苗栗县头份施工所这回别出心裁，邀请到苗栗县艺旗协会，结合跨领域多位艺术家，以创作以及创生为主轴，在公所艺术馆办理森木传情创意展，融入了生活美学与教育，带给民众全新的视觉飨宴。跳脱传统壁挂作品，而是以剧场情境式呈现。头份施工所这档展览令人耳目一新，有别以往艺术馆展览形式风格，连接苗栗县艺旗协会多位艺术家，运用俯视视角、复合媒材等创新手法，共同谱出创意创生元素。包含的就是我们的地方创生哈，还有我们的艺术创作，那更加融入了我们结合巧妙的结合了哈，我们的教育还有生活美学，在这当中教育，尤其是在教育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讲艺术从小就要培养起哈。这次 TIPEDIA 暑期夏令营的时候，有推动我们的生木哈艺创，不料的小朋友呢，小朋友哈来实际的体验。而我们这边的话，课程就是说从小学二年级到六年级啊，他们呢可以体会哈，感受到就是说我们树枝大自然的奥妙。树皮拼贴、碳盆栽、文化装置艺术等展区，除了看见大自然多元运用，更走进不同层面故事，传达生活美学、人生态度，也引导学生与作品对话，启发创作思维。我们的这个主视觉，在森林当中有一个圣光，这个是有一次我爬苗栗嘉里山，其实就是我的脚力就是没有很好，那同行的人已经下山了，这时候很疲累，那天气又不好，烟雨蒙蒙，这时候就出现这个光，给我很大的鼓励。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这个展是充满着光的，充满着温暖的，可以带给大家观赏者一些生命的启发跟能量。森木传情艺创展展期到7月30号，多元精彩内容，民众可别错过。学生也会在7月20号展现学习成果，透过小小导览员解说，为大家注入艺术能量。